鬼鬼吴映洁出席彩妆保养品新品发表会，不止透露自己私密的保养方式，也坦言自己已经步入了轻熟女的阶段。其实如果我在另外讲个私密，我觉得就是那个保水控油的水凝乳液，我觉得可以放在冰箱，也是一种冰镇感。就如果你想要比较奢侈的话，我觉得你也可以拿它来敷全脸，就是一个急救急救的方法，因为它是无油高保湿的配方，所以让你的脸，因为其实我的脸是不能用太滋润的保养品。其实我不是懒惰的人，很勤劳。对，我是一个以前是个懒惰的人，因为以前觉得自己就是年轻，但现在呢就会觉得经过一些岁月，觉得还是要好好善待自己的皮肤。对，所以是有意识到你老了吗？也不是老了，就是我现在迈向轻熟女的一个阶段，所以要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更透美颜，所以我才会有人会对我有兴趣。虽然自认已经快30而立了，但对于目前没有恋爱对象，鬼鬼一点也不着急，也没有危机感，还被记者追问要不要冻卵，这会不会问得有点早啊？谈恋爱现在不在我的人生清单里，因为这么不急啊？我还是因为都没有，真的没有对象，怎么会那么惨啊？不可能，真的没有，因为我其实不太出去社交。OK， 对，然后我的人生现在。谈恋爱不在我的清单里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快要满30岁，我想为自己的事业再冲一下，然后冲完有空再来谈恋爱。不怕老那个卵子老掉吗？有可能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想要让自己呈现一个很有气质的一天。你刚的问题是卵子会不会老，怕不怕？卵子会有老的问题吗？会啊。会吗？当然会啊，所以很多人会去冻。对啊，冻卵。你说我考虑冻卵吗？之后，28、30，我觉得我30岁可能会考虑，但我现在就是我的身上的卵子应该还算健康。你有感觉到？但我觉得我的脸现在比较重要。